为庆祝台湾传统周，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派出由28位平均年龄14岁、基隆市中正国中学生来到波特兰举行校动舞青春表演。透过花式跳绳、扯铃、陀螺，融合运动、音乐、舞蹈，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带给本地主流社区跟海外华侨。非常高兴，各方参与，今天几乎是满座，全部都满座，然后我们还有供应八波地，应该是非常的精彩。其实的话，多年来他都在受各国的邀请，说是表演的非常的精彩，我们非常的期待。派了基隆中正国中的民俗体育团体到这边来表演扯铃、跳绳、陀螺等等台湾的民俗体育，内容非常精彩。圆满成功。波特兰新闻陈俊宏为您采访报道。